亲的队伍翻过了一看看哥哥们，这是牛逼人物挖的牛逼汤力。哎，昨天有个哥哥说的牛逼人物净挖牛逼汤力，三天四天挖啥都是牛逼货。这今天出来挖的牛逼货，看见了吗？不用呀，这个扔啊！哎，这个还是花，看见吧？哎，这也是年不远的花，外面孩子的花，不用。这个朋友这卖五十块钱不够，不够邮费，不够工，不够玩意儿，朋友们那边给他别挣了啊！今天晚上下边，哎，为了挖到牛逼东西，可别连我都给夸漂亮了。两个车，五个人，这哥哥们看看，这人那都夸张了。这一个那个黑点那个车是我的，黄色那个车看见吗？那个车是叶娜车的。下边